在日常生活中用感恩的心态面对一切，能够为你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。当你用感恩的眼光看待生活，幸福感将持续蔓延。每天寻找一些事情来感恩，珍惜身边的小事，感谢所有的善意和美好。感恩的力量是无穷的，它能够为你的生活注入爱和喜悦。让感恩成为你每天的习惯，你会发现自己被幸福包围，带来无尽的幸福与满足。